我的小球变回大铃铛了，我的翘臀也没有了。明天要跟领导对峙，我……难不成你要放弃我努力为你打下的江山？我，你就一辈子唯唯诺诺的吧，真是扶不上墙。这就是我对于咱们肌肤未来377产品的推广方案，谢谢大家。想跟我斗，还弄了点儿，你就一辈子唯唯诺诺的吧。这是什么？没有真正的使用过产品的人是没有发言权的。怪你。先听他说完。这是我打卡了一段时间的效果，咱们的新升级二代377面霜最大的优点就是自研专利二代377，它就像给377安装了美白加速键，不但可以在源头控制黑色素，还可以剥脱黑色素，让你能在更短时间就白了。另外肌肽帮助抗糖抗氧，实现是美白加减黄的双向奔赴，连过去加班熬夜导致的脸黄暗沉和晒黑都能快速得到改善，皮肤越来越白亮。说得好啊，我终于证明了自己，还是自己的猫窝舒服。奶牛哥哥，干嘛？你还想打架吗？打什么呀？以后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What？ 他到底用我的身体做了什么？王姐，公司里都是你的传奇故事，你到底怎么做到的？因为遇到了贵人，好像很有意思啊，快给我讲讲。然后有机会跟你说，之前顺了这面霜，用完其他的小母猫不得被我……奶牛哥哥，你又在这玩儿就走了，我的面霜，你给我回来！谁的东西掉了？不是吧，又来！